还是买个 Hitman 给你玩暗杀游戏，什么小啦，直接送 Hitman。 哎，我说真的，特价的时候也不知道找什么游戏好玩呢。动作类感觉就都是一些大作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，强制你玩万事如意超好玩， Hitman 3死亡将至，杀手47将在刺客，什么东西啦，吵什么啦你。请问是魔鬼终结者吗？这种游戏好玩啊。